来，过来一下。又怎么了呀？来，这个。李杰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算是亲戚。你应该叫我一声云姐才是啊。你看，你云姐又捐了100大洋，真的？嗯。哎呦，我这云姐可真大方。你看这人都是这样，见钱眼开，一见着大洋，马上改口叫云姐。来，去，立个字据。哎，我这就去。算了吧，我自己的钱立什么字据啊？不用了。这么多大洋丢出去，怎么也得听个响动啊。给。欧阳小姐来了。啊，哎，没睡吧？没睡，我去通报。哎，不用，熟门熟路的，我自己去吧。好。这的房子还挺大的。你没来过呀？以前啊，以前是日本人住在这儿，他们整天黑来黑去的，我懒得搭理他们。在这儿还住得惯吗？嗯，习惯。你住得像个财主。吃饭呢？你们吃饭怎么解决啊？以前都是饭庄往这送饭，太贵了。现在呢，专门雇了人给我们做饭。嗯，衣服呢？衣服谁给你们洗啊？自己洗。嗯，那就不能有劳别人了。自己洗？嗯。怎么能让你们自己洗啊？那可不行。要不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，你把换下来的衣服指定的放在一个地方，我叫人来取。等洗好了、烫好了，我再让人送来。不用了吧，这些事儿我一向是亲力亲为的，不敢有劳别人。怎么会麻烦？我有很多下人的，不怕。再说，你那么大的学问，怎么能让你自己洗衣服呢？这和学问大小恐怕没有关系吧？算了，我心领了。小姐，这李先生在厅堂等您呢。李先生，等了很久了吧？哎呀，这些日子竟瞎忙了，也没顾得上问你的事儿，还好吧？挺好的。今天晚上的戏是不是有一点仓促了？是有点。好像是在赶什么钟点儿。是吗？嗯，好像魂不守舍似的。可能是没压住，走了板了。没错，就是走板了。您看戏都看出精儿来了。哎呀，我一辈子这点功夫，全用在看戏上。就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吧，看了不下80遍、100遍。不是吹的，你就是有针眼儿那么大的不对，我都能看得出来。这次钱大少爷回来，没说房子的事吧？没有啊。前几天有人跟我说，说应该盖个房子给你住。这叫什么话呀？人家是在开玩笑呢。
好了，走了。李先生，这两天要再演《梁祝》的话，您就过来看，肯定能改好。怎么，不留我多坐一会儿吗？你今天说话怎么那么奇怪啊？走了，我送你。林少爷，林少爷，别睡了，该起床了。哪有你这样的上人啊？都几点了还睡觉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大爷咋样了？什么呀？你什么时候起的？一大早找我，肯定有事儿吧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哎哎哎哎哎，稍安勿躁，先尿泡尿。哎呦喂，你这懒驴上磨。哎，不是，昨晚上我那亲爱的表姐啥时候走的呀？没坐走一会儿，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。真一会儿就走了？你不是在吗？你不知道？我睡着了吗？哎，他这大半夜的跑来送钱，到底啥意思吗？是李吉道让他来的吧？为了表一个姿态。他李吉道自己就没长腿啊？可能派一个女人来，是想让我放松警惕呗。我这亲爱的表姐，好像对你挺好的啊。你看谁都对我挺好。行行行行，但是丑话说在前头啊，欧阳小姐要是翻脸了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哎，不可能。博士，啊，博士，庞希云让人送了筐点心过来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一早吧，门房交给我的。你这样，你把这个东西啊，干脆送给周瑞，他们那儿的伙食够呛。你就说别人送给我的，我太多了，吃不过来。好啊，我这就去。你也别说庞希云送给我的啊。好。博士，你这么一味的说庞希云的好处，就不怕脱不了身？那我怎么办？我把东西退回去啊？反而把事情搞复杂了。放心，庞希云啊，他不是那种软磨硬泡的角色。他发现自己的位置不对，他会马上纠正自己。呵，吃上了，来，赶快，赶快！哎，坐坐坐坐，往那边。哎，你也来一碗。来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这件事儿，你必须要说实话。你问我，我肯定说实话。你有没有派人盯着我们？盯着你们，为什么呀？我没理由啊，我真没有，真没有。我要是派人盯着你们，我就像这根面条，啊，成了吧？哎，谁盯着你们？我们哪知道啊？这每天啊，都有一伙人盯着我们，就昨晚上。还有人在那窗户外头挂着呢。上次我们遇埋伏呀，要一伙人追着墙打得我们是屁股尿流，那说不定就是这伙人干的。这么邪乎？哎呀，本来盯就盯嘛，也无所谓。可最近呢，这些人越来越肆无忌惮。呵，那你说有人盯着你们，你们怎么办事啊？碍事还在其次，可我必须要搞明白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啊，他们到底是为了追踪我们调查，还是阻碍我们调查？我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些人和文物有关。你说早说呀，早告诉我，我就派人啊，帮你们把他逮了就完了嘛。你派人，你山上那些朋友不都散伙了吗？哎呀，都在呢，大旱之年，散伙吃什么呀？这就是我找你的目的。我觉得张铁头那个人还够义气，你能不能帮我把他请下来，跟他一起商量商量，设一个陷阱？行，一句话。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？而在龙泉，你不找我找谁啊？找李吉道啊？他帮你卖了，你还帮他数钱呢，
啊，况且这事儿他脱不了干系啊。不对，嗯，是因为你也指望我早点找到那批东西，咱们俩有共同利益。要不然你一个倒卖古董的跑龙泉干什么来呀？啊，还哭着喊着非要跟我一起住这个西洋楼，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啊？哎，白先生这火眼金睛啊！可是我告诉你啊，文物是国家的，你的非分之想不可能实现，永远不可能。我这个人也是国家的。啊，吃饭吃饭。宝贝，我失去你整整五年了，真得感谢白延州了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你只能得到一个画轴，画还是我的。阿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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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来干什么呢？觉得白先生还是靠得住的，是不是？他是读书人，跟我们不一样。那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他是君子，我们不是。这怎么说话呢？他是君子，我们就是小人了。沾点边吧。这孩子，阿云呢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想给你们保个媒，你看行不行？你是说白延州？嗯，不可能，他怎么能看得上我呢？哎呀，姻缘这个事儿啊，谁都说不清楚。你聪明漂亮，读过书，又会操着家务，还是个女财主。他上哪儿找你这么合适的人呢？他要是有了你呀，哼，偷着乐去吧。再说了，他白延州也不是童男子了，他不也对过亲吗？是不是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找个合适的人，先去探探消息。你打算让谁去啊？这个人还真难找，我再想想吧，啊。伯牙，看来还真得劳您的大驾了。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，什么事儿您说。
这事儿。怎么了？神神叨叨的。是这样的，这个阿云呢，看上白先生，他还不是一般的喜欢。你知道，阿云这个人心高气傲，一颗心早就凉了，可是，一旦烧起来，比一般的人都厉害。非让我去给说媒，你说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我琢磨来琢磨去啊，觉得这事儿不靠谱。白先生，当今青年之俊杰，国家的人才，博士啊，你说他找什么样的人不成？怎么能看上我们家的阿云呢？可是这个话，我又不能跟阿云说，你说是不是？让我去说媒，我怎么说呀？万一我一开口，人家白先生不答应，你说？我不是说这个事儿的人，太不合适了。所以，我想来想去啊，你去说合适。什么？我说这事儿？嗯，这样，你们俩比较熟悉，你去说，就算他不答应，他也不会生气，是不是？不过，最近他们俩是常有来往。有一天，我去找阿云，都晚上9:00了，他不在，我一打听。哎，好，一个人跑西洋楼去了。你瞧，这阿云也是有长处的，人长得聪明漂亮，外冷内热，又会操持家务，相夫教子，他都是第一流的。你把他这些长处跟白先生好好说道说道，啊。好好想想，帮帮这个忙吧。小姐，没去戏园子？你怎么了，小姐？没什么。怎么样？吓死我了！信送到没有？送到了。你怕什么？没事的，我救他不会知道。白先生是君子，他那儿不会走风的。万一就算是走了风，谁会想到是我们干的呀？上次欧阳那件事情，他们不也是费了吃奶的劲儿，最后不也没查出来？白先生会不会去查你舅啊？就算他现在不查，等到一碰到蛛丝马迹的时候，他就会往这上面想。我们也要多留点心，要是有点什么头绪，我们就把他捅出去。他让我孤苦伶仃，我也让他没好日子过。这是谁送给你的？不知道，就在咱们家门口的呀。这是要向咱们通风报信啊？还是要栽赃你几刀？看着自己虽纤细文弱，却有几分风骨，
像是个有文化女人型的，你看看。女人？文物下落，查问李继岛。你看这两张纸的字，是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？你这哪搞来的？这是庞奇云的字儿，我是从裁缝铺欧阳小姐那边借来的。这么看倒像是一个人写的。嗯，不是，这庞奇云和他舅舅真的是有过节啊？何止过节，是杀夫之仇。庞奇云跟我说过，啊，她丈夫是重庆派来的特工，她现在正在寻找一本她丈夫留下来的日记，她怀疑这本日记在李继岛手里。哎呀，这庞奇云成了烫手的山芋，你要是接触不好的话，就会被李继岛利用。那欧阳小姐那边也不太好交代。这就是周瑞说的，李继岛的政策，他要把龙泉的水搅浑。哎，博士，我是不是回一趟文博所，把贺鹏举和日记的事情先搞清楚？再者呢，就是把武大爷那张烟江谍战图的照片给拷贝过来。好，很有必要。铁头，哎呦呦，白先生。上回得罪了，哎呀，哪儿的话？你们平时怎么说来着？叫不打不成交嘛。请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坐坐坐坐。哎，白先生，我大哥都跟我说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就吩咐我吧。我想设一个局，把那几个整天盯着我们的人啊，给摁住，看看到底什么来的。这个容易啊，你就交给我铁头吧。谢谢，欧阳小姐，你来了。白先生在吗？在，跟我进去吧。啊，谢谢。这样行吗？好啊。只是啊，辛苦你们了。白先生，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。哎，白先生，我看你不像个读书人啊。那我像什么人呢？你像我们山寨里的师爷。什么呀？这个，您先坐，我进去找博士。麻烦了。不客气。欧阳小姐，博士正忙着呢，他说让你上里边去坐着。嗯，不了，我还在这儿等他吧。啊，那行。您先喝茶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，那你再坐会儿，我进去找博士。他不肯进来，说就在外边大厅等你了。哎，他怎么了？我哪知道啊，一脸冷冰冰的。你是不是得罪他了？哎，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他了，我怎么得罪他呢？反正看那样子，肯定是得罪了。哎，铁头。委屈你在这待一会儿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你来过我这儿。哦，啊，丽姐，啊，你陪一下。哎，行。欧阳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知道白先生忙，不敢打扰。你现在不是打扰我来了？怎么不进去？哎，我是受人所托，不得不来。嗯，好不容易来了，还不是自觉自愿。先向白先生道喜。有喜事儿？我听听。来，我听听，喜从何来？我是来给白先生当红娘的。你给我当新娘还差不多。没跟你开玩笑。
李先生让我来跟白先生说一桩亲事。怎么，你是来给我说媒的？对啊，女方条件还挺好的呢，出身名门，聪明善良，善于持家，还是个女财主。你是说庞熙云？你知道，这个人真是有点意思。是挺有意思的。你刚才说是李先生让你来的，李继道。对啊。他让你来是什么意思？人家能有什么意思？成人之美呗。你要是这样一个态度，我就想问问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你的婚姻大事，你怎么看？人家还等着回话呢。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觉得这桩婚事，仔细想想也挺好的。门当户对，男才女貌，珠联璧合，我应该恭喜。你默认了。这事儿你还是跟李先生说吧，我这人笨嘴笨舌的，说不清楚。白先生，我不耽误你，就几句话。你先告诉我，欧阳怎么样了？从你这回去就一直在哭。白先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他，他也不说。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。白先生，那我就多句话，想必你也看出来了，我们家小姐喜欢上你了。我不知道白先生有没有这个意思，你要是有意思的话，那索性两个人把话说明白了，省得这么牵肠挂肚的。不好说出口，有难处？也不是。月嫂，咱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应该明白我的为人。你人品好，我们家小姐看得出来。我对欧阳可以说是一心一意。那还有什么难处啊？可现在李继道突然把庞青云推到我身上，他不怀好意，为什么欧阳他就看不出来呢？我们家小姐能看得出来。可是今后还有很多事情，我要跟这个庞熙云来往。白先生，能不能不来往？不能。这就是我感觉到为难的地方。
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也难呢。这女人的心，说宽也宽，说窄也窄。尤其这男女之间的事儿，那心呐就更窄吧了。疑心也是很大的。妈，你去找白先生了？我去找白先生去了。那他怎么说？他什么也没说。他什么也没说？他什么也没说。他什么意思呀？锦州，叶司令给你的信。哦，这么快？刚好有人过来，就带来了。主任，开饭了。赶上饭点了，就吃点呗。啊，行，好，打两份。好。叶司令说呀，我托他帮我找那个人找到了，而那个人也不知道文物的下落。我就说嘛，要是知道，我肯定听说过。怎么了？你们没粮食了？有点接不上茬，对付两天，根据地那边就送过来了。你怎么能犯这种错误？我们本来是有定量的，这几天这不是有点紧张吗？闹了半天，你们送给灾民的粮食是从你们自己嘴里抠出来的。我们总不能眼看着灾民饿死吧？所以就……那不行，我去找李一道，让他给你们送两袋面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那不是都是当兵的，每天让他们喝稀饭哪行啊？我不可能因为两袋面搭李一道这个人情。严州怎么会喜欢庞希云呢？你别怪他，他是公务在身的人。李基道设的是一个迷局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像你这样的人根本看不懂这盘棋。严州这个人过于邪，就是心无旁骛，他要应对像李基道这样，就必须得有孙悟空的。即便是这样，前些天我听说他们刚刚发现一点线索，结果线的两头就被人砍断了，死了一个灾民，还有一个警察，现在又冒出个庞七云。欧阳啊，你办的这件事儿，往好了说是上当，往不好了说呢，那就是办了件蠢事。我了解的，其实他就是一心一意想把自己的公务办好，免得别人再去告状，让他们那儿的先生替他担心。他跟你说的？我自己是这么想的。我不怪他，是我自己想多了。我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忘了自己已经不是杭州城欧阳家的大小姐了。欧阳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你看，你又想歪了，不是？大家风范哪儿行啊？我了解严重，啊，你等他把这桩公事办完了，他也就不会再碰着了。
欧阳。你们小姐的脾气也太大了吧？是你先对不起我们家小姐的。没有啊。你辜负了她的一番心意。姓白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小姐对你有多好，你根本想都想不到。主任，我从财政局回来了。哎，咱们的经费到了没有？别提了。什么意思？财政局说他们压根就是一空架子，银库里连一块大洋都没有。一块大洋都没有？怎么会呢？他们就这么说的。我说，珠宝会刚刚来了人，说这个房子给我们用，要收租金。收租金？哪有钱呀？告诉他们，有钱再给他们。他们说，要是不付租金，就去县府告我们。扯淡，让他告去。是。我。开会的人都到齐了没有？一个都没到。一个都没来？请柬单是谁送的？是我送的，是我带人一家一家亲自登门送的。这帮王八蛋！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火？让那些当官的来开会，一个都没来。一个都没来？是。那李继道呢？他走了。下去吧。是。我明白了。哎，你明白什么？赶紧说呀！急什么呀？李继道不来，他们谁敢来啊？他们都是李继道的人，都得看李继道的脸色行事，这是可想而知的呀。看差不多了，什么意思？咱们动手吧。来，那就喝点汤吧。你找人问了吗？啊，问了。没同意。他没说。哦。你找谁问的？我想来想去啊，最后觉着还是欧阳去问最合适。欧阳啊，你怎么能让欧阳去问呢？首先是退着出场的，然后是回头，眼神里一定要流露出他那种高傲和对世界这种不公的这种眼神。你们一定要自己好好想一想，不能随便演啊。欧阳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自己练吧。坐吧。啊，不必了。嗯，我就让你去问的。对啊，他为什么让你去啊？我不知道，可能觉得我跟白先生熟吧。他让你去你就去了？那我怎么办？我能不去吗？你可以不去。你们两个真是太奇怪了，一个让我去，一个不让我去。你们当我是丫鬟啊？嫂子，你去找欧阳了？去了。真的是欧阳去说的？对。你叫什么意思？这你还看不明白？怎么了？他根本就没打算要给我相亲，他只想利用我。这个老狐狸，
又被他利用。好，那我就跟他走着瞧。铁头，那几个箱子买好了吗？买好了，地面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好，到时候你们就埋伏在这个地方。白先生，你怎么知道他们的人会藏在哪儿呢？现场我去看过，我们挖掘的地点在这儿，或者这儿才能够看清楚我们。那你们就埋伏在他们的后面，千万不能打草惊蛇。动手的时机你们自己决定，只要能给我抓住那么一两个有用的就行。